家好，我是晨曦 Summer 呀，我刚刚搬到了一个叫樱花的小镇里来。啊，爸爸妈妈给我留了一大笔钱，就出门工作了。我这个连泡面都不会煮的孩子，留我一个人在这里真的好吗？我急切的想交几个朋友。唉，换上我可爱的衣服，我们去钓男人，呸，交朋友吧。啊哈，学校，梦开始的地方。早上好呀，校长先生。哎，偌大的校园怎么一个人影都见不到？老师，请问英语课在哪里上？好吧，我只能自己找了。找不到啊！广播室，好，就是这样。大家好，请听到广播的男同学到操场上集合。不对，请听到广播的帅哥到操场上集合。我有重大的消息宣布 ，Over。嘻嘻嘻，这样，肯定会有许多帅哥美男了吧？怎么还是一个人都没有？难道今天是星期天吗？我为什么被举报了啊？难道因为我随便用了学校的广播室就被举报了吗？太夸张了吧！哎，这边是做什么的？向日葵山口组，我们进去看看。什么东西？哇呀呀，为什么我会拿着这个东西啊？你别追我呀，我只是一个打酱油的啊！别打我。谁能想到学校的后门是黑社会呢？啊，游乐园，这肯定会有男孩子了吧。为什么都是女生啊？哎，是我喜欢的摩天轮哎，我们坐一圈吧。哇，你们怎么又来了？我刚刚从医院出来啊。你们这些暴力狂，难道还想对柔弱的晨曦出手吗？哼，你来到了咖啡馆，这里应该有男生了吧。哈哈，有情侣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？人家只是想找个朋友玩呀，为什么没有？怎么又是你们？哇，难道这个镇子的所有男人都去当黑社会了吗？气死了！是不是以为晨曦不会反击？哇！今晚的风很喧嚣啊，这一切都像梦一样。我开始变成坏孩子了吗？